今天的穿搭就是简单的牛仔外套，还有这个小皮包。风很大，出来遛弯。就我现在在看的这个韩剧叫做 Signal 信号，它是2016年的一部犯罪题材的连续剧。因为前两天我在刷 YouTube 的时候看到一个电影解说，然后他解说了这个片子，然后其实我今天讲正好是录 Vlog 嘛，就想到哪儿跟大家说到哪儿。我觉得电影解说这个东西，我就觉得很多人就说就是是不好的，是垃圾的，因为他把一个就是大家花很多心血去拍的一个长这么长的片子，不管它好还是不好，你就花三两句的话，然后花几分钟的时间啊，几分钟看完什么什么片，几分钟看完什么什么片，然后把大家的心血都就三两句话带过了，然后有的时候可能根本就偏离主题，然后可能它明明就是一个小红帽的故事。原片可能是个小红帽的故事，小红帽带着点心去森林里面想给外婆，但不幸遇上了大灰狼，然后斗智斗勇这样的一个故事。但是解说的人呢，他会为了去特地吸引某些观众，他就把他的故事线给偏离掉。比如说他会特别 focus， 他会说是一个女孩为了就是勾引一个男人，然后他去带着点心去森林里面怎么怎么样，就这种标题就很容易跑偏。然后所以真正的观众去看了这个解说之后，他其实对电影这个原著他是会有偏差的，这样的解说我觉得是不好的。但是我觉得万事都有两面性，我因为是个对故事需求量非常大的人，所以我看了非常多的解说，然后我自己觉得其实有一部分解说者他做的是挺好的，就简单来说他是故事提炼的能力，然后我觉得是很到位的。因为我为什么想要在 Vlog 里面说这些，经常就是会有小朋友就说为什么
大纲怎么写啊，然后到底怎么弄啊，不知道自己到底适不适合，会不会写啊。其实我觉得这就是写大纲一样，也是涉及到一个能力，就是去以最精简的方法来提炼一个故事的结构和故事主线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能力。像这些做电影解说的，我们不说那些做的比较垃圾的，我们就说那些做的比较精彩的。我就觉得，你大家可以去看一些这样的东西。你可以先看一下他解说，再看他的原片，然后你会发现他解说的故事的主线，然后他对一些就是重要部分和一些就是细节部分或者一些没有那么重要的部分的一些舍弃，他做的这样的一个程度，其实就很像是在写大纲了。他为什么这样子？比如说一个90分钟片长，或者甚至是一个十几小时的一个电视连续剧。他可以花，比如说10分钟给你提炼完，他以最强的一个能力把这个故事主线给帮你梳理出来了。所以，如果你想要写大纲的话，你必须要具备这种能力。如果你觉得你搞来搞去，你都没有办法把一个故事说，你看了个90分钟电影，你没有办法三两句话把这个东西讲出来，那可能你写大纲的能力你就需要反复去练习了，懂我意思吧？因为写大纲，它就是等于把你脑中一大片的故事去梳理出一个一二三，然后一个最主要的线路，因为它不是写细纲嘛，就是大纲和细纲其实还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说，电影解说就让我想到这一些东西，可以跟大家聊。像我这种人，因为我就是对故事就是很饥渴，所以我会去看电影，我也会去看解说。那我个人是，如果我看到一个解说觉得它非常好的话，我就会在，他解说的前1/3，我就立刻暂停关掉，我就不会再去看了，因为就是我会立刻去翻原著来看，这是我的一个自己的一个做法，因为我就不希望再被剧透下去了，因为有的时候你觉得这故事好看，你一口气把解说看完之后，你可能就没有提不起那个兴头，因为被剧透完了嘛，就不想去看原著了。但是这个信号就是我现在看的这个剧，就是我昨天一天被剧透完之后。我立马又去翻原片来看。首先是因为我觉得可能是因为那个解说的小哥哥他说的特别好，然后他就光看这个解说，我都觉得哇，这是个神剧。为什么当年弃剧？可能就是因为首先他那个这个演员的颜值不是非常高了，就是有句说句啊，他这个是可能都是实力派演员，所以他没有偶像级的颜值。然后呢，又因为他可能。他要铺这个悬念，所以他在刚开始5分钟的时候，那我有个职业病，我就是可能是因为好莱坞的那种就是剧本创作方式看太多了，会要求自己就是尽可能快的，就是在开篇就是能够抓住读者心态。或电视剧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的话，那我可能就是很容易就被我弃掉。那当时那个剧，我记得是可能我就有点拖沓或什么，我就没有看下去了。但是我看了解说之后，我发现他的梗很好。他这个片子，他是个犯罪题材，但他玩的是一个时空梗。时空梗其实很难写，它是什么时空梗呢？以下涉及一点剧透啊，如果大家想看这个片子的话，可以不要再看了，不要再看我讲这些话了，可以关掉。如果大家听下去的话，就可能会被剧透。好，我开始说了，就是啊，让我先喝口牛奶，口很干。就是他的这个时空梗，他讲的是一个在现代的一个，就是心理测写师，他通过一部老式的对讲机，然后偶然间联系上了在80年代的一个刑警侦查员，但故事背景是在韩国，然后就等于是一个现代的一个男孩跟一个过去的80年代的一个警察两个人间接联系，这个是他的一个基点，然后他的一个主线是什么？他是根据他所有的案件都是根据那个韩国历史上。重大未破解案件来改编的，就说它可能一共有十几集吧，但是呢，它可能每几集就讲一个案件，每个案件串联得很好，前后都有联系，到最后把主人公自己本身涉及的那个案件，他情感的案件，再以大结局的方式讲出来。然后呢，他这个我为什么说我就很推荐大家，就是有时间可以去看看这个。一是它的时空梗玩得非常妙，就是时空嘛，它其实是个 loop，是个轮回，就是一旦你，
就是很多涉及时空的题材的小说或者影视剧都涉及到一个现在的人想改变过去，然后或者说他想穿越回过去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过去一旦改变，现在的事情也会改变，那现在的改变之后未来也会改变，它是一连串的。所以如果你编剧在做这个构思的时候，如果你没有设想的非常缜密，然后你没有比如说提出 option 1, 2, 3，然后就如果发生 A 我会有 B 然后有 C， 如果选择 B 会有 C 会有 D， 如果你前期这个故事线你没有写得很缜密把握得很好的话，你很容易出现烂梗，你很容易就是像衬衫一样第一颗扣子扣错了，然后后来二三四全都扣错，大家懂我意思吧？所以说时空梗玩烂的就是例子就是太屡见不鲜了。然后呢我自己也尝试写过，但是我不敢写得很深，因为我就怕玩烂掉，但是这个我觉得它很棒，它没有让我觉得玩烂掉，它严守了一个法则，就是过去改变，现在就会改变。可能他一个犯人，他们为了阻止这个杀人犯在过去发生什么事情，把那个凶杀案给阻止了，那个原来该死的那个被害者没死，但到了现在。会有别的人因为别的原因而死掉，总会有人牺牲，就是一个守恒法则。编剧在掌握这个东西非常的 make sense， 让我觉得他不是在就是瞎忽悠。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有的片子看到后来我们会觉得搞什么鬼，是不是太扯了，就是一旦让读者或观众有这种感觉的时候，我觉得就可能是有点是编剧会跑偏。但这个剧我觉得光看解说是没有的。补充剧我现在就是原片看到第四集吧。然后另外一个我很推荐就是这个剧的原因是因为他的一个人物情感张力还有感情方面的一些渲染觉得做得非常到位。就说韩剧嘛，就它是少有一些就是没有强烈的刻画爱情成分的就是犯罪剧。因为大家都知道韩剧它就是拍的话就变成罗曼史了，就是可能是个原是个 principle 吧，就是日剧拍到后来拍着拍着就是跑起来，然后主人公在街上飞奔，到后来就变成一个人生哲理剧。韩剧也很容易拍着拍着它就是一个爱情剧，就任何故事到了每个国家，编剧和或者说处理的态度或者处理的手法就很容易偏向那个国家观众喜爱的一些东西。所以但是这个剧呢，它里面虽然有一些爱情成分，但它不是以爱情为绝对主导，但在这种前提下它却可以把就是主人公的感情处理的让人觉得非常的就是抓人心。包括就是很多个就是案件，因为这些案件在韩国的历史上它是未解的，是仍然没有被侦破的，就是已经过了时效的案件，但是呢在这个剧里面编剧会给他一个答案或给他一个结局，就是每个案子他会有一个抓到凶手是谁。当然这就是改编了他因为他事实上并没有找到这个凶手嘛。他给这些在历史上就是大家赫赫有名已经被无数改编过的案件去立一个定论，去设想去猜想一个凶手，然后呢根据那个凶手然后来去刻写主人公的感情与社会舆论的感情，然后整个一个他那个世界观的感情。我觉得他这个编剧的就是法力还是很强的，他在这些感情他全都梳理通了，而且互相之间非常交错非常纠葛，所以我觉得可以去看，而不是让人觉得很荒诞或者是硬扯的那种情感渲染。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强推的原因之一。基本上就是这样子，我推荐大家如果有时间去看的话，就是半夜在追剧就跟大家讲一讲这些，然后吃口面包。它已经不软了，我刚才 toast 的时候它超软的，超脆的。好，我要继续去看了。希望大家对这种信口开河随手捏来的剧评，也不叫剧评啊，剧推呀，还懂了。如果大家觉得有意思的话可以留言告诉我，因为我新的 vlog 刚开始拍就是第二集。我想就是跟以前拍点不一样的，但又可以不要这么像计划类主题类的视频去写那么多
就是提前计划好的文案什么的，所以可能就是想到什么说什么。嗯，如果大家觉得这样可以接受，不无聊的话，欢迎告诉我，或者有什么好建议也欢迎指正。祝大家新年愉快，这个视频上的时候应该是新年了吧。晚安，我是 Pakyo， 下次再见。